嗨，我们现在在西门町，因为我要去学开车。是因为要拍一个戏的关系，我可以这样讲吗？我不知道。最近有个工作，反正就是有开车的需求。你是有驾照对不对？对，四年前就考过驾照了，但是后来都没有上路，所以呢，最近要重新学开车。就跟我其实之前一样，差不多20岁的时候我就先去考驾照，但是我真的开车是当完兵工作之后，那中间也已经差了4年了。但你真的重新上路之前呢，我觉得我们先用比较安全的方式来练习。好啊，先练习转方向盘。对，然后你要知道刹车跟油门在哪里。好，我们要先换臂了。买好币了，现在要玩这一个，要这个。快快让你半圈，然后再接过你。为什么我一直撞到？是吧？好，没关系啊，你们。不要打打哦。还有人帮你打打。结束了，谢谢你。你要玩吗？不要了。再见。我们先跟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啊。我从来没有玩过这种游戏，因为觉得很吵啊，但还蛮好玩的。刚刚我们刚刚也没有去逛那个地方，有什么其他好玩？没兴趣，老了。对啊，我们已经错过了进游乐场会兴奋年纪。我刚真的待不久，我进去以后我觉得好吵。我本来想说应该要有一个我跟你 PK 的桥段，后来我完全不想了，你知道吗？进去真的好吵，我赶快出来。没关系，我已经有其他男人交了。啊，他好像不太会跟人互动，但是他也很热情的来教我。明天你教我开车。所以你刚开车有概念了吗？没有。刚刚我头好晕哦。所以这样练没啥帮助。嗯。好了，明天带你上路。好。好，那现在去逛街。好。明天放连假哎，不算少哈。算少，但我觉得跟很多其他国家比起来，已经算。我你拿着倒出来。我们今天穿情侣装，情侣装、嗯，你是故意的？没有，我今天睡觉就穿这一件。我们就从这边开始好了。我是直开吗？直走吗？我先停旁边，然后我跟你讲一下这个怎么用。好，在开的时候，我最怕的是切换车道，再来是停车。你拍我上车很厉害的样子。上车哪里厉害？很厉害。然后安全带，踩着刹车。手刹拉起来了吗？嗯，往下压，你要按下去，往下压。这个怎么按那么紧？太紧了吧？哪有？太紧了，对。哪有？哦，可以了。你记得你的右脚，反正没事就放在刹车上，你这样碰到任何状况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踩下去。我现在踩刹车。好，然后我拉到 D， 然后你先打档。你先看你后照镜。这个是打方向灯，对，看你后照镜，看前面有没有车。哦，他开好快哦。等一下，你打得不够，所以他转不出去。
打得不够啊。你只打半圈而已，你应该至少要打一圈。好，那打修正，修回来，修正回来。好，右转。嗯。好。我如果挂到人家的车，是被罚钱，是不是？对，你就会有民事纠纷。这个方向盘跟昨天的完全不一样，昨天只能到一半就没办法了，好紧张哦。然后又有一像这样子的按喇叭。我不知道怎么按喇叭。走走，没关系，你就走。啊，那这样子走过去很危险哎。对。我有点紧绷。对啊，刚开始练会紧绷啊，我也比你还紧张。把这个打起来好，人家就会知道你是危险的车。我是危险的车。对，就是会让你。阿伯，对对对，你不要走过来。好，我以后上路我一直打这个。现在我开，感觉如何？这个视角蛮有趣的，以前没有过这种视角。啊，对，上路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是要会认车款，你知道哪些车款吗？但是我看得出来它贵不贵。你要知道哪些牌子的车是贵的。看到它，你就要闪远一点。对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高中可以跟同学去飙车哈。你是飙什么车？摩托车啊，在骑的时候骑很快，然后把车柱放下来，它会起火。你不知道吗？就是。去刮出那个火花，对。对，就是刮马路啊。所以很恐怖。是你骑还是你给人家载？当然是人家载啊。人家载你，然后你负责去刮那个火花。哪有，他自己放下去，然后警察还追我，还有记得一次，哦，很恐怖哎，我以为我死了。就是有一群朋友啊，然后载你，然后就在那飙车。对，有一次我记得我们四个人骑一台摩托车，然后。那时候马路上都是铺很多的稻草，然后掉下来，他们不知道我掉下来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们回来接我还笑，哦，我那时候脸这边受伤了，好痛哦，我躺在地上，然后他们回来一直笑一直笑。你高中就是八家九妹啊，就教一些。没有，我们都是很刚刚学会骑摩托车，所以就喜欢骑而已，我们没有。没有真，没有乱玩了，大家不要飙车了。生命是很珍贵的，我现在知道。你这个过来人劝世就比较有说服力。可是看到没有，那个，你吓到我了，我以为什么事？这一种就是你要离他远一点的车，离他两个车道。好，右转。阿飞。一直看手机，而且现在是红灯哎，阿伯你能出来，然后碰到我这种人就不行了。我现在终于懂马路上的三宝，我就是其中一宝。对啊，你是啊。你回去帮我按摩这里。啊？还有这里，因为我刚刚太激动了。开个车这么辛苦的，对，我每次开车回去，你也没在帮我按摩。但是你又没有紧绷。你开车，我也很紧绷。我在这边很不轻松。你有拍到我这个吗？啊，新买的。我说。那还可以梳头。不要啊，你好像还蛮近。好一点吗？帮你梳。我现在没有头发可以梳。